们要先要去讨论一下事物。嗨，我们现在，然后我们在大厅等那个另外两位同伴，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等等要坐那什么 train 跟公车一起去那个 Taronga Zoo， 对，然后我们很期待，可以看到袋鼠跟无尾熊。我们上车，然后等等就要这样坐一路坐到 Taronga Zoo。入口，好喂，入 entry， 我们从那边走进去啊，这边买票，这边买票，好，往那边走，这好像是那种游客区，还没进到真的动物园里面，好，继续走，喂，地图，好可爱 ，Taronga today， 这个是今天的什么？表演吗？还是什么？表演跟活动。好，然后我要去拿那个地图。Excuse me, may I have a map? Yes, this is my map here. Thank you. May I have? Yeah. 好，然后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我拿了成人版的地图。成人版的地图哪里？他说是成人版的地图。欢迎。你的是小朋友，他说 map for kids。OK， 欢迎。十一点有一个鸟。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koala啦，十字路口。啊，好亮。看不到，看不到，开拍到吗？不知道。哦，看到了。在这里。换镜头给大家看一下。不行，太亮了。哦，好可爱。高高点。真的在挠痒。这边的景很赞的，目前看过的其他景要好了。这不比成人地图，这不比成人地图好辨识多。我觉得比较好看一点。随处可见的火鸡，好好笑哦。有吗？对准吗？没有对准。那下巴要靠在那个。对，好，拍照咯。一二，心情要往下一点。三，我们要去看海狮秀。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正确的路上，看我们会找到的。阿奇，我们要去哪里？去找谁？海狮表演。好，他都没有牌子写。对，那海狮在哪里？海狮在遥远。在前面。海狮前面。好，打起领队 ，Go Go。我觉得这边的那个广告，他们做了很多广告，但是都没有立牌，就是告诉我们去哪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刚还有做一个，好嘞，面对镜头来讲好了。我刚好发现就是那个他们这边有一个就是赞助的机制，就是他刚才在那个 koala 那边有一个就是让你就是捐款的地方，他是你只要就是 tap 你的卡在上面，然后他就会直接帮你就是扣款，然后就是捐助给那个当地的 koala， 就超酷的。然后他们这边的动物，他们其实。没有很多只，它就是少少的，给他们很好的那个生活环境。刚才那个长颈鹿只有两三只而已，然后那个 koala 只有四只，然后每只都有一颗很独，就是独立的树。多少的婴儿车？好多小朋友的车。
哦，好可爱，那只奇怪的小鸟。啊，我们要去看海狮了。哦，到了海狮，耶、yeah, ，到了。然后现在11点，也会有个海狮秀，所以我们现在排个进场。OK， 拜拜。This morning, buddy, and let's see if you've left any fish behind today. Ready to have a look? That was a very good look, Peppa. Did you see any fish down there? No. So we're going to go get you some more fish. But we're going to be welcoming you out to stage. Small, small, 只的东西。小猴，太小了，嘿嘿，袋鼠、哦。为什么你们都在躺着？我、哦、看到一只袋鼠，这个不是慢动作哎、欸，是它就是这么慢，为什么？太搞笑了，好懒啊，大爷。你也是大爷，大爷，大爷起来抓羊呀！大爷行动缓慢，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是应该跑很快吗？太懒了，太懒了！我太乖了。嗯，他们叫起来了，拜拜，大爷。然后继续 Blue Mountain Bushwalk， 然后还是腿有些筋吧。开始 Bushwalking。你想当鸟吗？鸟儿，小鸟儿，没有东西。别说，我还真能当鸟。再一次，哇哦！OK， 这边好像真的没什么哎、欸，好吧，那我在这边就此打住。我们刚错怪这个地方，我们要先看标示，看说它在哪里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得到东方水龙的身影 ，Eastern Water Dragon。它现在屁股超多，为什么我这边的动物都喜欢屁股超人？真是，大家我看到很多很诡异的手手，很恐怖。人家让我这恐怖片，啪啪，越来越多手的那个感觉。出门，出。OK。走起。我们现在只是照着那个路线一路环过去，然后再走回来，去看那个海神动物。妈，有这个海神动物吗？海鲜动物，水生动物，你把它们想拿来吃？海鲜，水生动物，英文还没变好，中文先变差了，好惨哦！海鲜，我们下一个，你是不是想吃海参？对，海参，哎，海参很好吃哎，很难吃哎，海参，你会吗？那个很软，对，软 Q Q 的，很可爱的口感。我们到其他地方。我来到雪梨之前最怕的噩梦。Yeah, and suddenly they have a kind of spider called Huntsman. Spider. And spider. Lots of spiders. 就是这边有很多，就是这里有一只虫虫。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边到底有哪些虫虫，就是竹节虫啊，这叫竹节虫，它的英文叫做 Phasmid。其实好像也没什么，那个竹节虫，对啊，那只绿色的，这个，不知道吗？
OK， 蜘蛛，大家帮我一起找一下，哪里有蜘蛛？看不到。这边很多那种是空的东西，空的那个箱子，然后就看不到虫，也看不到动物。好，下一站，兔兔。女生怎么可以吃兔兔？这里还有一只哎。这边竹鼠车车。小小鸡，阿龙。Yeah, they got names here. 羊驼。哎，为什么不是你说的 ？Hello. Happy， 这是羊吗？对，小羊。大羊。You think I have to do like？ 小羊，你想干嘛？小羊是不是想跳？是。他怕哇哇！你成功了，小羊。新物的 bag， 嗨，一堆蜥蜴。你今天是动物园，感觉拍了好多运镜，没错。小羊，小羊。蜥蜴，为什么羊跟蜥蜴会养在一起啊？他们的排法跟其他地方好像不太一样。就是这边羊跟蜥蜴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啊，这边有蜜蜂的介绍，可能会有那种活动是带你看蜜蜂之类的。你觉得好玩吗？阿吉？可以，还可以。但是我比较推荐。你说什么？再一次。比较推荐 Australian Zoo， 因为你可以近距离接触，你可以摸考拉，还不用付钱， oh. 你还可以抱考拉，但是需要预约。嗯、oh. ，然后你还可以跟是不用钱，很爽耶。对，你还可以跟 Wallaby 一起。哦、oh. ，赞。可以喂它，可以跟它摸它。离这边很远吗？你要坐飞机、啊。要坐飞机哦。哦、oh, ，对、啊、，Queensland 对。大家，澳洲特有种。袋鼠，又是你们。这个好像是比较可爱的袋鼠，就是它们颜色比较可爱一点。刺猬的英文是 Orchid 啊。国际真的很自由哎、欸，就你最自由了。然后进入到，企鹅呢？看到了，只有一只。哎、欸，你看他们做的好可爱啊！很多介绍 ，Sydney Harbour，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我的搁浅。那接我们下一站去哪里？休息。休息，好，太好了，那我们去吃饭吧。就是桃园刚刚里面的 food market， 就是如果你要就是去那边的餐厅的话，你要从外面排队排进去才可以进去。然后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咖啡厅。然后就买一些轻食跟就是咖啡这样子，但好像也就是没什么好吃的，看来只能出去了。哇，超近 ！Hello。拜拜。吃饱了，我们现在来看 Sun Bear。How does your paw compare? 哎，它跟我手差不多大，好可爱啊！小熊熊。哎，喂，没了吗？是应该有老虎本人吧？哦，真的有看到老虎在拍给大家看。拜拜。
Wow, you just went back. Oh, look at you.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抖内的那个地方，就是连现在连老虎都可以抖内，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信用卡放在上面，然后抖内五块钱这样。但我没钱，所以拜拜。好，其实还蛮有趣，就是可以看很多小老虎在睡觉，他们都这边的动物都真的是慵慵懒懒的睡觉，好扯哦。很舒服。然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要工作的动物都不会睡觉，像是那个海狮，它就要直接表演。然后那个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睡觉，好爽。Hello, hello, hello， 你的球球在这里。你在挖什么？这个猴子。肌肉练得比我还好，好扯。我们要去看那个鸟鸟秀，停了很多那个宝宝车，鸟在偷吃宝宝车上的东西。OK， let's go。Daytime, and it's about what they like to eat. And barking owls, they will eat other birds. Wow. Beautiful.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everyone. We really hope you enjoy the presentation, and we'll see you all again next time. Bye for now. 我们刚看完那个鸟的表演，然后我们现在去搭缆车。然后我们现在要搭的，这个缆车是到那个 Circular King，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搭。缆车，然后就直接从那边回。下次。哇！哦，进来了。我怎么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做这类似这种东西，像是那个摩天轮。对，这个你确定吗？刚看起来很晃。至少不会像那样。但真的蛮慢的。对耶，它只差一点点。然后它也会就是咻就出去，弹射器，太可怕了吧！弹射器，希望弹射，弹射器，能再快一点。好，如果我们去不了北京，会，会有，有了，有了，有了，澳洲一直往澳洲玩，出动了。十月份也可以澳洲玩一圈。好，我也有。OK， 我们现在遇到了 又一个那个事态紧急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停在了半空中，就停下来了，看前面的都没有在动，我们在晃，没有在动，可能在堵车，哦、会塞车吗？我们第一次坐就这样子。嗨，大家好。它不会停电？不会啊，停电？不知道，但是这样也蛮，那这样也不错啦，第一次坐缆车就。那就可以再往前停一点吗？前面风景好。啊，对。开了，开了。哦，开了，开了。哦，所以只是让我们停下来看一下吗？吗？不确定。那可以在前面再停一下吗？前面真的蛮漂亮的。你说嗨。嗨，他根本视线没有在这里。那再一次。小孩也不想管你。小孩也不想看，想拜拜，拜拜。大象也不想管你。哦，真的停住了啊、哦！结果不是那个。故障还是真的了，停下来让你看看。让我看一下。他怕你过得太快，但这边也没什么好看的。你在动？哦，要下去了。
快的哦，晃，那我晃，耶，结束。Ferry 来了。登上 Ferry， 哇，超漂亮，这个夕阳拍起来普普通通，但现场看真的是蛮漂亮的，看不出来。然后太阳现在超正超级大，根本就是睁不开眼睛。太阳照这个是他们的渡轮，然后上面还有那个救生衣。然后等等进去里面好像也还有位置，然后有两层的哇。对，上去的话搞不好也很漂亮，但是好像没有办法上去。哎，其实有没有？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应该是可以上去的吧。好，上去看看好了。小船。